中间这个缝隙哈、哦，大概在2毫米左右。那为了避免中间有卡东西，比较不容易清洁，所以用热熔胶把中间封起来。那首先用砂纸把它抹一抹，它揭下来。哇，太小了，不好用。好，我专心来用好了。这个的话就会有一个面会全部塞住，等一下再把它割开，最主要是中间。Tuh ya.